我连你这家好，我的像个白发啊，。来个啥？来发的有好卖，哎，你带有李家个家？有关。哎呀，高同你个家。别干，哎，等待张来张李家里呢。别用不得说理的，还自家人吃上上的成本啊。哦，可是我小娘来摘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来次没该把我个神父光荣后人。那个衣裳先拿出来帮看看来。不干，这去看嘛。我别个来打开，我正在冲这个事业衣裳来。我领着哇。为人管送伢么子不得，那个是送最最害吃的不白，等于收个糖都领得不得了。你再胖了，你怕吃苦的送最最苦去，再去。那那什么呀？当然，那什么来没的呢？哦，印象当中不得噻。啊，来个冷那个哈子。你再胖了不？你把双板放出来，你看一个画面。哎呦，这个把费是充气的呀。送一次送最最还吃个不白的呗，那来送最最最，哎，你那我都不会送最最的，对个啦，你要是医院，我要不是医院，龙哥这前妻子一屁股脏。哟，你来吃水碗，那个像玩蛋唱嘞。我再过去，你说再拿当米去开张来吃啥呢？那个肉呢，阿快姐，皮开肉嘞，那个米啊有个特点，吃蛋再有一根，你还是棒棒糖，不会来他的。哎，你不是讲有米吃不脱个饭哈？这米在哪会放的？不是会空着呢，也就该得嘞呢。那种米呢，现在喊我弄，我真当娘不得去。哎，人家过年有过年的天赋，领得不得了，限量版。囡囡啊，你啥搞的啦？啊，现在今在来做啥？新妹妹，新哦，我遇见新木嘎。哎呦，弟弟，我妈妈看看，这买子懂吗？一顶买子还到台中新过年，囡囡去干。啊，这个想想金眼部的新衣裳，讲想想金眼部，想想干部的红牙齿，讲那不想干，不做亏心事，不破巨开门，聚得聚难，万千事不加急的人。